把石头这个给我做个豆腐。哎，你这哪来的呀？哎，牛总过来，就你这个给你妈，让她给我做成豆腐，这个就你的。行吧。哎呀，同学给的，你坐着吧。小子怎么突然想吃豆腐了？做豆腐倒是不难，但是两包干黄豆泡出来可是很多的，可以用一部分做点酱黄豆，这么简单的卤一锅，配个粥当个下酒菜都是不错的。看着就很香。其实豆腐做起来也没啥难度，就是黄豆变成豆浆，豆浆变成豆腐脑，豆腐脑再压成豆腐，把豆浆过滤掉渣。看吧，这就是纱布眼大的后果。我买了过滤豆浆的网袋子呀，刚才用什么纱布？这么细腻的豆渣先别扔，待会儿还能用。哇，弄出这么两大盆，还好存了不少凝固剂。现在又把豆浆做成豆腐脑，把煮开的豆浆冲到凝固剂里，浇进去保温键十来分钟，再用烤箱也同时做一份，这配个卤就是豆腐脑了。现在就把这些豆腐脑放到一个透气的容器里压成豆腐，压得越紧豆腐越硬，做豆腐是不是也挺简单的？这也不能干吃豆腐呀，我也不信这小子会给我吃小葱拌豆腐，所以给他做成最近比较火的脆皮豆腐。把裹了炸粉的豆腐煎到六面金黄，煎好再趁热撒点椒盐、烧烤料啥的，再撒点不辣的红椒粉。哇哦，外脆里嫩，这才是这小子爱吃的。你爸，你豆腐做好了？这好吃。哎，妈，来碰个杯。哎，你这黄豆到底哪来的呀？就是那个邻居。啊，你怎么能拿他的东西呢？那待会儿来要怎么办呀？你把剩下的豆腐渣给他们就完了吗？啊，那能行吗？